妈妈，我带着比身体重的行李，有你又何必？经过几道闪电，看到一堆光圈，不确定是不是这里。我看到几个人站在一起，他们拿着剪刀摘走我的行李，擦拭我的脑袋，没有机会翻回去。直到我听见一个声音，我确定是你，可你怎记得我？我带来了临界的消息，可我怎么告知你，注定是一车相遇。